一整排连胜文的宣传车就大摇大摆停在红线上，被人录影搜证，司机竟然还下车呛虾。啊，你这么无聊的啊？司机破口飙骂三字经，这一幕全被市议员用手机录了下来。算一算，总共有6-7台宣传车都是违停在红线上。司机都有在车上，那因为如果现场有民众提醒的话，我们是立刻开走。但是如果是真的是车上没有人违停的话，我想一切依法处理。